那边酒吧。但呢間屋咧喺曾經某一段時間裏邊就已經係即係佢租完嘅。唔一定嘅，你可以變咗做佢都得㗎，任你諗啫嘛。完全明白佢講咩，佢所以迪士尼樂園啊嘛。梗唔係啦，呢個唔係，呢個同呢個一樣，我淨係同一樣人啊！個故事，我嚇我唔嚇得噶。一樣。你先講下呢個啊，我哋想聽下呢個後面係乜嘢。同呢個一樣。咁但係點樣可以解釋到佢後面嗰個咧？呢個就係佢想鬧交，佢揾人去調交嗌。維持呢、這個，等陣維持啲依然維持呢、這個0-0嘅僵局。0-0嘅僵局。雖然互有攻守。好似一個講一個做書記咁樣。唔係，其實一齊諗嘅其實都係佢講籃球啊，而家點足球啦。雖然互有攻守啊。你冇。有冇同阿媽鬧交啊？有冇做過一啲你阿爸阿媽唔想你做，但你又係又要去做嘅嘢？哇！心裏邊多啦呢啲。唔好認啦。咁啊。現在就是要我們復工，上次最後都寫到啊，我有寫到，上次我加住你寫的，哎呀，我有，哎呀，哇，那我算了，我即是串在一起就可以了，上一次你那個讀法，你是怎樣去說出來的？我們全部串在一起，串在一起，那串在一起夠不夠真的？那你都要當是自己的。我就諗住假期去咗表哥屋企玩，咦表哥條毛蟲冇死到喎。你有冇咁？你有冇表哥你自己？有，你都有表哥，你同你表哥 friend 咩？屋企細個 friend 啲咯。咁有冇試過一齊玩？細個都有。